我明明到尾嘛为着台湾人自救宣言，搁去坐牢，啊到尾逃亡，到尾搁倒来台湾选过总统吼。刚刚讲啦吼，到国民党来了，台湾的民生受到这个真大的打击，有产生两个副作用。一个就是讲台湾的医生从承诺啊，我讲过了，因为日本时代台湾的医生是积极参与这个社会改革的运动、政治运动、文化运动，拢真积极。但因为这个字把大台了压啦，所以台湾的医生就来变两种，一种就是讲退居这个研究室，做研究、教书啦、做学者啦咧，我讲插这个世俗就对了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佫较。专心看病赚钱，照顾我囝，吼，岁数无爱做，哎，我感觉钱无够用啊。啊，这当然是对台湾社会有真大的损失啦，吼。所以伊到1987，离今过40年啊，我较开始想讲，较少年的这代，爱搁徛住。啊，伊准备平反1988的是解药的解毒哦，所以我每一场拢有进步，无伊甲我包围。讲啊，我你目镜拢讲破，讲啊。啊，不过每一年嘛，看我冲出去吼，游行了吼，温团苏联拢无在。概念的是无机会游行化，所以袂当抢机会游行啦。所以伊讲，逐场拢意外。我讲哪有啥意外？那机会游行都本来基本的人权啦。啊，若冲化，军团苏联无。所以我伫专台湾叫讲23场，第二就是安尼。啊！伊阵也无人，家属嘛拢唔敢参加，因为家属想讲，这种代志哪有可能平凡？足侪人，国民党还搁咧执政，哪会道歉？哪有可能悲伤？伫因想起来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啊，40年都无人敢甲因关心。啊，但是我讲我做主席，我讲咱的诉求一定拢会实现咯。我欲制定我爸做国定纪念日，你都免问国民党政府准啊无准，问台湾人就好啦。咱家己自办，你讲大家拢休困一天，啊，就是国定纪念日嘛。咱讲袂错个，为着遐侪医生钱个啦。啊，咱讲遐人毋是叛徒，啊，都毋是叛徒嘛。先讲国民党讲伊叛徒，啊，国民党讲伊是用日本人利用个糟糕，啊，无就是共产党煽动。咱如果毋是啊，遐人是有良心个台湾人，优秀个台湾人，为着台湾要争取。人权自由民主牺牲嘛，啊！这历史的解释权是伫咱的手嘛，派是统治者的手。你要叫统治者解释，美国永远伊嘛袂好，你要挨打。啊！先家己解释咱历史，所以我迄阵要挑战的时阵是讲，啊！你台湾人到底是毋是家己的土地主人？啊！主人要做代志，着去问别人讲会准袂使，对无？咁着去问因讲安尼会使啊？袂使？就咱问咱家己就好啊。啊！结果。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，每一个诉求拢实现。对，即款是伊讲的是国定纪念日，我伫另外一方面通过补偿条例，每一个拢赔偿。国民党嘛道歉，即款到处嘛起二八的纪念碑，每年二八嘛拢咧纪念活动。我即款我电脑歹参加，即款无危险啊，对无？迄阵有危险的是该病的是，我逐年嘛病。但我今日讲的是怎样讲哦？台湾人爱有家己的信心。你要做这个土地的主人，你家己认为对的代志，你就唔敢做的，你无可能做主人。但是要做主人，要有责任，因为咱决定的代志，咱家己要负责。台湾人就是无信心，所以决定代志不爱决定的，啊，不爱决定就是讲决定权交予别人嘛，啊，你将命运交予别人，你永远嘛做快乐的奴隶。有人叫你做这就做，有人叫你行，你就安尼。啊，当然，互你食饱饱、穿饱饱，互你趁钱嘛。但是你是一头快乐的猪嘛？做主人是真痛苦的事情。做主人不是太快乐哦，做主人真痛苦。你决定家己的命运，有当时爱付代价。这个代价是指有当时爱付出生命。哦，啊，这种痛苦的代价，你要付。你要做主人，你本来就是爱痛苦，有尊严啊，但是痛苦。啊，你若无爱。你做你的快乐的奴隶，啊！你看你变到酸掉，好。所以我伫二八平反这个代志，我最深切的感悟就是讲，台湾人要做主人，
当然有代志哦。反正你做着顶毛，你也去看。啊，当然也去看人一大堆啦，也毋是咱尔。咋？哦，会死未死？我迄阵代志拍过《兵家规则》，你有材料规则？1987年，你有材料规则？你若规则，就是搁一百二。但是若搁一百二万，咱讲到一点，从第一遍才起草。这就是咱今天面对的一个挑战。中国政府过来，嘛是搁一百二。是啊。咱若唔敢问回访，咱唔敢问回访，伊咱同遐反抗啊。啊，要反抗，当然是要清算啦。哦，啊，但这个代志，你该有准备哦，你要家己知影讲要怎做。哦，所以这是我感觉起来就是讲哦，今天大家伫这个所在在关心台湾的前途，但是想要要讲历史，因为历史互咱足侪会当反省学习的所在。啊，了解历史了，咱较家己有信心，咱有个咱的根嘛。哦，台湾过去伫这个土地顶面奉献的人足侪，优秀的人足侪，但是咱袂当讲迄个牺牲变无计较，变白白牺牲去。所以，有只黄先生讲，我最近搁要办一个报纸。朋友，大家听到讲我要办报纸，大家讲唔通啦，温死的啦。哦，你的倾家荡产，你温死的。我讲温死的是滑稽。哦，要死嘛，真好死。啊，无你保存不住死又该怎？对，啊，大家当然无助，啊，无助不如正道。啊，要死有战斗哦，死唔通保存不住死。哦，所以讲，啊，日本时代，咱的政府就去办报纸，哎，200年啊，咱只啊，含一份报纸都办袂起，啊，一份报纸办袂起，要建一个国家，啊，你无天方夜谭容易啊，哟，啊，办报纸挺跟倾家荡产的，但是建立国家是真正爱抛头颅洒热血啊，你这个头先夺起来，哟。啊、你若甲无讲，即个头都要剁起来啊！你要烦恼增加干嘛？你讲啊，无啥物通烦恼的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该正道的时阵要正道。哦，我就讲，啊，唔惊笑，唔惊笑就惊变嘛。啊，台湾人惊笑会解决啊，还是未解决？啊，唔惊笑，唔惊笑，无你嘛惊变，对无？啊，无你怎？哦，你就是你不做事，才做落去，啊，你较大爱酸叹气，有较做。我叫公台湾人嘛，无遐无路，哦，嘛无遐无路，哦，我今日讲到遮尔，搁煞来要听哦，安尼路都侪哇。大家大家，我们民族党今晚继续啦，啊，咱家当然不继续啦，大家带给陈氏来这个陈氏这本单，这个蔡明华，蔡明华同志。来来来，大家掌声欢呼！来跑跳到尾啊！咱真好奇哦，啊，今仔当听着咱陈律师安尼甲咱讲甲遮清楚，即台湾的医疗史，将来台湾的医疗的历史，嘛是咱台湾人啊学习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吼。啊，包括咱家己本身在政治方面的历史，即拢安尼学习的。咱目前所读的。诶，这历史拢是中国人无咱的历史，那不是台湾的历史，拢甲你跳过，拢无你知影真相。这嘛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啊！啊，就是咱来追求的物件。李登辉先生讲的，身为台湾人的悲哀，你袂记得你家己的历史，甲前人的历史，做你的历史，这就是咱来真正的真相，真正来知影讲，人因外来这统治者，就是用安尼来甲你洗脑。要甲你改变你的基因啊！啊，所以今仔真难得，有咱陈律师啊来遮甲咱改，做咱种种遮台湾头到尾遮历史的过程，尤其是医学的历史，这是咱来台湾人的历史内面非常珍贵。破关声都啊鼓励，鼓励！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！感谢。来，各位同心，因为今仔拄啊鼓励了吼。秘书长交代讲，咱即马赶紧来翕相。啊，第一批。